我们开始下一轮的考核。咱们最期待住 TI 了。说实话 ，Hello Dan 是今天我最期待的。他们的作品就是 TI 的舞，这就是专业的，我天哪！哇！啊，好带感呀！是 pass， 一定是 pass 了。我们既是朋友，同时也是敌人。我感觉这是工作室和工作室之间。因为你是不是加尔一百位的女主持？哇，是他。今天很荣幸的看到了神仙打架，他们都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一次高手之间的过招。这一次来的话，我会觉得可以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经验或者我们的感受可以分享给 更多的人。又可以多一个人教我，又多一个老师，好牛！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国内的参差。你跳得很棒啊！谢谢你，Tommy。我的名字叫王君馨，我今年35岁了，我还是有梦想的，但是去追梦，可能年纪一路一路大的时候，你就会 really scared to take risk. No, I just really love how you think, like you're not afraid to express yourself. 梦想是很宝贵的，我觉得你来这边，这个勇气就是非常非常大。我希望你在我们的舞社里面发光。加油！谢谢。欢迎来到了不起舞社招新考核夜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次见习的机会，我们的四位主理人会告诉大家这个舞台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起舞作品。接下来将是你们的第一次的公演舞台，就看你们的表演了。